络处举办岁末围炉，一减区很热闹，不只是减减修修，还提供烫发服务。陈雪华全身上下开刀40次，依旧坚持要来付出。速度不要快，最主要就是把人家损人的心，啊，让人感觉这水的，安尼我也感觉我足欢喜的。陈小妹妹则是顶着一头俏丽短发参加活动，她才刚剪去30公分的长发。一顶30公分的头发只能做8公分的假发，所以就打算要留长一点，以后捐出去可能让癌症病友比较有机会可以得到长一点的头发，让他们选自己喜欢的样式。他们都曾是受人帮助，有助人的机会不想错过。黄老太太也感受到了这份爱，家里急需一个电子锅煮饭。啊，无我剩也无电锅，也无电煮锅，啊，恁煮侪，想我一个电煮锅，我足欢喜的，万分的感谢。席开47桌，乡亲志工是从早忙到最后。还有合唱团和音乐志工来相助，过年团圆欢乐的气氛都因慈济一家人的好情谊更加浓厚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叶素满、洪文斌、王宪正加以报道。国际焦点。